第121章张慎。哎，钱叔，你咋随地吐痰呢？杨德贵上去就揪住了那个中年人。高原和郝美玲也停下了脚步，看着这两人。杨秀英本来都想回去了，却见弟弟跟人发生了争执。钱叔看看杨德贵，然后呵推，他又往地上啐了一口。杨德贵顿时大恼，人家这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吧。他大声叫道，你讲不讲卫生的，不知道不能随地吐痰吗？钱叔道，你不是大便管理员吗？等我随地拉屎了，你再过来铲就是了。杨德贵头都要炸了，他老爹给他安排的这叫一个什么破职位？他大声叫道，我不是铲屎员，我不管铲屎。钱叔道，你屎都不管，管我吐口水干嘛？呵推，钱叔又来了一口。有那么一瞬，连杨德贵都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。高原无语地看着这两人，钱叔是出了名的不爱卫生，家里就一团乱糟，而且他还很爱吐口水。在高原的印象里，这位爷走到哪里都要啐一口。郝美玲露出了嫌弃之色。高原扭头看了看郝美玲，人家姑娘是从大城市来的，对卫生问题敏感一些是正常的。他们这儿就农村随地大小便是有点恶心，但吐口痰你也上纲上线，那就有点过了。高原不明白杨德贵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出。杨德贵见弄不住钱叔，便对高原道，高原，这事儿你得管吧。高原这才明白过来，杨德贵这是冲着他来的。他往后看一眼，果然看到了杨秀英。杨秀英见高原在看他，他赶紧把头低下来了。高原皱眉看着两人。钱叔立刻不高兴了，问，干嘛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哦，拉屎放屁你们管，吃饭睡觉你们也要管，现在我吐口口水你们也要管，我影响哪门子的卫生健康了？杨德贵可算是逮着理了，他对高原道，卫生制度都是你定的吧？你说不许随地大小便，不许随地吐痰，现在你自己来解决，我是不管了。郝美玲也看向了高原，小声问，他是冲你来的？一看这两人交头接耳的样子，杨德贵眼珠子都瞪大了。后面的杨秀英更是脸色一白，见老姐这样，杨德贵冒火了，他指着高原，但又怕高原把他撂倒，他怂得很具体，赶紧往后撤了一步，才指着高原鼻子道，你赶紧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，要不然以后还有谁遵守卫生规则，村里卫生还怎么搞？杨德贵就想让高原去得罪人。高原有些无奈，不许随地大小便是一定要遵守的，不许随地吐痰是文明和卫生的高级要求。他没指望一步到位，只想着慢慢改变，谁知道杨德贵居然拿这个事来说他。钱叔很不高兴了，他道，我还就不服这个理了，我从小吐痰吐到大，也没见有哪个人来说我一句不对。他娘的，现在我还要被你们几个小年轻欺负，我就吐了，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。呵推推推推，他还搞出机关枪来了。郝美玲往后撤了几步，真恶心。吐到后来，钱叔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，抚着胸口有点难受。见状，杨德贵露出了得意之色，钱叔可是个倔脾气，他就不信高原能把钱叔搞定。他对着高原露出挑衅的神色，一个劲儿的扭头，示意高原上啊。高原微微笑了笑，也不跟杨德贵一般见识，只是问，你怎么对排出物还这么感兴趣啊？杨德贵面色顿时一僵。郝美玲也吃惊地看着杨德贵，这都是什么人啊？随即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赶紧往后退几步。他感觉杨德贵整个人都脏了。哎，杨德贵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后面的杨秀英也无奈地叹了一下，他这个愚蠢的弟弟又怎么会是高原的对手呢？高原只是笑了笑，然后走向钱叔。你干嘛？钱叔警惕起来。高原道，说句话而已。钱叔皱眉道，你别劝我啊，我吐半辈子了，谁劝也不好使。高原宽慰道，放心，只是说句话，具体怎么做你自己决定。那好吧。钱叔终于点头了。高原凑近了，在他耳旁悄悄说了句话，真的啊？钱叔脸色都变了。高原认真的点点头，我从不开玩笑。郝美玲露出了好奇之色，她也不知道高原跟这个人说了什么。杨德贵和杨秀英也看了过来，钱叔露出一些惊疑不定，而后又习惯性的晕了一口唾沫上来。呵，高原一个眼神过去，钱叔紧闭着嘴，硬生生又把唾沫给咽下去了。郝美玲整张脸都皱到一起去了，这是个什么村子啊？这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杨德贵和杨秀英也惊呆了，钱叔是远近闻名的老坛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占地盘。
还是为了以后可以老马识途，反正他到哪儿都要啐上一口。刚才不还要死要活的吗？这回怎么还给咽了？杨德贵问钱叔，他跟你说啥了？钱叔理都没理他，走开了。高原又对杨德贵道，排出物没弄出来，让你失望了吧？哎，你。杨德贵为之气结。高原笑了笑，便往前走了。郝美玲跟在他旁边问，哎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？他怎么突然就听话了？高原道，也没什么，一些简单的医理而已。郝美玲问，什么医理？高原回答，唾为肾之液，多吐口水会伤肾，当然咽下去就能补肾。郝美玲一滞，而后羞红了脸，用力拍了高原一下，又笑得前俯后仰，你也太坏了吧。高原诚恳道，这是真的。见两人又笑又打，杨秀英气地把手上的东西扔在地上，杨德贵也气得踹了一脚，却不小心踢在了石头上，疼得他滋哇乱叫。郝美玲闻言看向了后面，却正好看见了杨秀英的表情，她又看高原问，后面那姑娘是不是喜欢你啊？高原沉默了一下，微微摇摇头。郝美玲露出了意味深长之色。两人走了大半天，终于来到了乡里。郝美玲累得不行了，高原对她说，我们诊所就在前面，可以去休息一下。诊所里面还有来自霍乡的卫生员，我之前跟你提过的，你也可以采访采访他们。培养卫生员是我们卫生制度的重中之重。好。郝美玲点点头说，那也得要先歇会，再吃点东西，我是动不了了。当然。高原带着郝美玲过来，刚到门口就见赵焕章出来。赵大夫。赵焕章道，哎，高大夫你来的正好，人家温老师等你半天了。啊。PS, 同志们，新书月票榜我们现在已经掉到13名了。求月票。同志们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要进前十啊。第122章求助。温慧。高原一时喃喃。赵焕章也看到了站在高原身边的漂亮女孩，作为地主出身的她立刻很懂地说道，要我进去跟温老师说你没回来吗？嗯。高原还愣了一下。郝美玲反应了几秒才明白过来，随即她对着赵焕章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高原是看到郝美玲的反应她才反应过来，顿时有些哭笑不得，她对赵焕章道，这位是好记者，是过来采访我们这边卫生预防还有卫生员培养的。记者。这回轮到赵焕章吃惊了，他错愕地看了看郝美玲，又往前面看了看，也没有别的领导陪同，他疑惑地问，真的？高原没好气道，少废话了，温慧找我干嘛？哦。不等赵焕章说完，诊所门口便响起了女声，高大夫。高原扭头看去，见温慧站在门口朝他打招呼，见对方活泼爽朗的样子，一时间高原竟有些恍惚，他在印象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温慧这样了。温慧也发现了高原身边站着的郝美玲。郝美玲看看温慧，又扭头看看已经有些呆滞的高原，他眉头也不由稍稍蹙了蹙。赵焕章则赶紧在门口寻了个凳子坐下来，从口袋里面抓几颗瓜子慢慢磕着，然后饶有趣味地看着这三个人。温慧恢复恬静的姿态，他走过来打招呼，高大夫好，又要麻烦你了。高原也回过神来，他收敛了目光说，客气了，什么事情啊？温慧却没有直面回答，只是看向站在高原身边的郝美玲问，这位女同志是你妹妹吗？郝美玲神色微微一僵。赵焕章又赶紧往嘴里塞了一颗瓜子。高原也有些尴尬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觉得心里有点虚，莫名其妙的虚，他解释道，这位是好记者，是过来采访的，刚刚去了我们村里采访了卫生预防工作，然后现在来诊所采访卫生员培训工作，他想做一个报道。哦，是以这次抗击腺病毒肺炎为主题的。嗯，就是这样。赵焕章把嘴里的瓜子壳取出来数了一数，嘿，跟人家温慧解释的话是比跟他说的要多啊。哦。温慧点点头。郝美玲看了看温慧，又扭头看高原问，那这位女同志是你妹妹吗？啊。这把高原是真蒙住了。赵焕章却看乐了，也就是他现在穷了，要放在解放前他都能丢大洋上去了。温慧也看向了高原，他是我的。他是
嘴巴最强的高政委这会儿竟然有些结巴起来。温慧有些紧张，他也很想知道高原会怎么说跟他的关系。见高原莫名的紧张，郝美玲微微摇头。高原结巴了半天才说，是朋友，是同志关系，他是老师，是灵魂建设者，我是大夫，是身体维护者，都是为人民服务吗？郝美玲听笑了。温慧却泄了一口气，没前面那样的兴高采烈了。可他转念一想，他跟高原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又能是什么关系呢？高原吐了几口气，不经意往头上抹了一把汗，问温老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温慧抬头突然有些茫然，而后反应过来，便有些紧张匆忙地说，是这样，我们学校有孩子病了，我带他来你这边看看。一听说有病人，高原神色都不一样了，他问，病人在哪？病得很重吗？温慧往里面指了指说，没有，在里面。高原急匆匆往里面走。郝美玲见又能看见高原治病了，便赶紧掏出来纸笔准备记录。高原跑到诊所里面看了一圈，只有一个腮腺肿的跟猪头一样的小胖子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他。高原有些疑惑地看看这小胖子，这小胖子也疑惑地看着高原。高原回头问温慧，病人在哪？温慧指了指那小胖子，这就是啊。高原有些疑惑，这不就是个猪头风吗？温慧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高原更疑惑了，怎么了？是回春诊所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温慧把准备好的词儿给忘了。现在农村治病基本上只在当地诊所治，因为他们高级社只会跟一个诊所签合同，会报销大部分的药费。你要是跑到别的诊所去，是不会给你报销的，你是要付全款的。而且这不过就是一个流行性腮腺炎，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。谭云的回春联合诊所完全能处理的，根本不需要跑这么远。从他们乡到张庄要走半天呢。这个温慧终于想起来了。是这样，这不是出了个猪头风吗？我怕会传染起来。谭大夫说你比较擅长治疗传染病，所以我就把他带过来让你看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预防和治疗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高原点点头。温慧赶紧点头确认，没错，是这样。小胖子肿着脸说，我是不想走这么远的，温老师非让我来，我爸妈也不舍得钱，结果温老师说他给钱。郝美玲又看向温慧。温慧瞪着那小胖子，你给我老实点，高大夫可是县里顶好的大夫，一般人想找他治病都还没这个机会呢。小胖子委屈道，可是我走不动了。温慧没好气道，你干嘛？难不成还想在这里住一晚？小胖子更委屈了，这年头大家条件都很差，没有那种真正很胖的小孩，他只不过比其他孩子肉多了一些，骨架宽了一些，显得有些胖，有些笨重。现在又病了，吃不消来回走。高原说，先治病吧。温慧推了推小胖子说，快去。小胖子委屈地站在高原身边。高原把他的下巴抬起了，摸了摸他的下颌，发现有两个很明显的肿块。郝美玲过来好奇问，中医治病不是讲究一病一方吗？要是遇上传染病那可怎么办？能用一个方子治疗吗？高原闻言看向了郝美玲，又看对面的温慧。第123章灯草战。疼，小胖子嘴里叫嚷着。高原放下小胖子的脑袋，他说，这个病我们这边土话俗语叫猪头风，中医里面叫做炸腮，西医称之为流行性腮腺炎，是一种传染病。这个病不是很厉害，一般不会危及生命，但一小部分患者会转重，有可能会引起脑膜炎、心肌炎、胰腺炎，相对常见的就是睾丸炎、卵巢炎，所以及时治疗就比较关键了。郝美玲问，高大夫之前就说农村医疗资源很匮乏，医生和药品都很缺少，怕是这些得病的小孩不太容易接受治疗吧？高原点了点头，没错。郝美玲想了想又问，而且这个病我有印象，每年都会爆发一下，常会传染这些学校小孩，我们市里也有，治疗起来也挺麻烦的，得吃上一段时间的药。说完郝美玲抬头询问，那么高大夫，你打算怎么治疗这个病？是像腺病毒肺炎那样列一个单子出来，分不同的类型用不同的方子，还是找西医协助治疗？高原摇摇头，农村内这个条件能简单就用简单的，能不花钱
就尽量不要花钱，不花钱也能治。郝美玲露出惊讶之色，见两人越聊越热烈，温慧已经把嘴巴悻悻地闭上了。高原看温慧说，既然温老师来询问控制腮腺炎的法子，那我肯定要帮他选一个简单易操作且疗效明确的治疗方案。郝美玲看向了温慧，发现温慧原先拉下来的嘴角现在已经止不住地往上扬了。高原取了一根灯槽，喊了一声，万金良，让他们都过来学着点。藿香的卫生员赶紧都围了过来。高原指着手上的灯槽问，这都认识吧？万金良道，认识，点油灯的灯草。高原点了点头，拿过油又拿了纸，他先是用灯芯草蘸了蘸油，然后用纸裹上去吸掉多余的油，说，就这样，不要太多油，不然会滴下来烫伤人，适当就可以。其他人赶紧记笔记。温慧全神贯注地看着。郝美玲到现在都还有点懵，她不明白高原在干什么。高原对温慧道，然后我们要找到病人多角孙穴，你看他上耳尖平，对过去到发际这个地方就是角孙穴。哪个？温慧凑过来看，身子慢慢靠近高原，就这里，上耳尖平对着的地方。高原又指了指，温慧也把手戳向小胖子的耳朵上方，两人手指轻轻一触碰。高原看向了温慧，温慧似是才感觉两人距离过近了，忙红着脸往后退了几步，说，我记住了。郝美玲看两人明显暧昧的氛围，她再次蹙了蹙眉。嗯。高原慢慢点了点头，然后拿起火柴把灯芯草点燃，然后我们拿着点燃的灯芯草往角孙穴上戳一下。啊。小胖子顿时慌了，这是要烧自己啊，当时就不干了。嗯。温慧一个眼神过去，小胖子立刻感受到了灵魂深处的压制，战战兢兢坐在原地不敢动。放心吧，不疼的。高原宽慰一句，便直接用点燃的灯草往小胖子角孙穴上一掷，顿时灯火爆开，发出轻微响声。啪。高原说，看到了吗？灯火爆开发出啪声，这就是一战。像这种腮腺炎，如果一侧起来了，及时用灯火蘸一下，另外一边就不会肿了。如果两边都起来了，蘸两边就好了。只要这个方法用得早，就可以及时控制病情，控制传染。其他人都点头。高原又如法炮制，在小胖子另外一侧角孙穴上也蘸了一下，然后吹灭灯草放了起来。郝美玲看得一脸懵，就这？高原问他，有问题？郝美玲震惊道，这就能治病了？要不是高原已经用超强的实力证明了他是个高明大夫，不然这会儿郝美玲都想骂一句骗子了，就这么戳一下就好了。这也太儿戏了吧，哪怕用针刺也得留针半个小时吧，这有一秒钟吗？高原却很认真地点点头，这叫灯草蘸，也叫灯草酒。中医治病素来追求简便艳廉，这个办法普通人也能操作，且几乎不用花钱，早期阶段及时使用，连吃药都不用，而且基本不会恶化蔓延其他炎症，并且这一定会比单纯吃药治疗要快。说完，高原看向了温慧，温慧嘴角扬起，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露出了得意之色。郝美玲难以相信地问，这有什么依据吗？高原道，刚才说了，中医叫这个病为扎腮，认为是风温热毒所致，病邪从口鼻而入，用阻少阳经脉，郁而不散，结于腮部，致使耳上腮颊慢肿时应作痛，而角孙穴能清热散风，还可以消肿化瘀。这穴位既在手少阳三焦经上，也是足少阳胆经的交汇穴。这两个少阳经，一个绕耳背过耳下，一个走耳前达腮颊，所以对这个穴位治疗，能同时振奋两条经脉，经脉流通，气血畅旺，郁结之邪得以驱散，腮部的慢肿疼痛自然就可以清除。同时，角孙穴还是少阳三焦和阳明大肠经的交汇穴。这个病虽然是温毒之邪从口鼻而入，拥堵少阳，郁结于腮部而成，但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所以肺胃也会同时受病，大肠与肺互为表里，阳明大肠经振奋了，腑气就能通了，肺就能清肃了，气机也就能调通了，肺烧百脉得以发挥作用，也就可以调动全身正气抗邪。所以选择角孙穴，既可以针对病位，又能顾及整体，是针对性很强的穴位。至于用灯草蘸穴，是取了火者散之的意思，以火攻，能散肌表郁结之邪。你也别小看只蘸这么一秒钟，但它作用时间很长，疗效也很好。高原一通说完，郝美玲都听呆了，她也没想到这么简简单单的啪一下
居然还有这么深的毅力。温慧也看高原，他也呆住了。高原说，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小孩之后的疗效。郝美玲惊叹地说，中医果然神奇，一个简简单单的灯草也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，竟然也能治病。高原说，灯草蘸疗法民间使用比较多，简单有效，不要小看民间技法，它不仅能治腮腺炎，甚至可以治垂危大症，有机会让你们看看小小灯草的抢救之效。李胜利在一旁说，高大夫，你可别说这话。为什么？高原不解。李胜利笑道，就你这乌鸦嘴，我怕你说什么来什么。高原摇头笑着，只是李胜利话音刚落，外面就响起了呼救声。第124章十三战。众人一听呼救声都紧张起来了。怎么了？高原赶紧起身往外走，其他人也急匆匆出来。门外是一对抱着孩子跌跌撞撞跑过来的青年夫妇，两人跑得甚是狼狈。李胜利都没看孩子情况，就赶紧在门口招呼，快进来，你们把路让开。那对青年夫妇抱着孩子跑进门，扑通一下就跪下来了。高原见那妇人头上还绑着布袋子，一看就知道还在坐月子，他顾不上这对夫妇的情况，赶紧伸手把孩子接了过来。李胜利上去扶人，高原把孩子抱过来，打眼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。什么情况？赵焕章也跑过来看，当时就吃了一惊。换做以前，他都能跑了，现在还能稳住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高原掀开简单检查一下，说，是奇峰。赵焕章面色微微一僵。奇峰，西医称之为新生儿破伤风，是这个年代新生儿死亡率最高的病。这个病潜伏期不长，基本上出生后一个星期内就容易发病。奇峰病是凶险，极易死亡，必须及早施治。发病前一两天，精神烦躁，唇如口松，多提口噤，景象牵强，是奇峰先兆，这个时候及时施救，还有比较大的机会能把孩子救回来。进入发作期，则见抽搐频作，口搓唇紧，不能吮乳，景象强直，角弓反张，啼声难出。由于口眼颜面牵引，故面呈苦笑状，但神志一般上清醒。这个阶段就比较重了，施救也变得困难了。到了严重阶段，就会频繁抽搐，高热持续，呼吸喘促，汗出不止，而致死亡。再看这个新生儿，面色紫黑，嘴巴呈搓口紧闭，抽搐不止，脐边青黑，呼吸喘促，神志昏迷，已经完全到垂危阶段了。赵焕章说话中竟然带着寒气，奇峰垂危，到这种阶段几乎是救不回来的，要真是那么容易救，奇峰也不会成为新生儿杀手了。孩子父亲紧张道，我们找诊所大夫治了，只是一直没治好，眼瞧着越来越不行了，我们那边大夫就让我来张庄找高原大夫，说高原大夫可能还有办法。哪位是高原大夫啊？孩子母亲做事又要跪，温慧赶紧上前拉住了孩子母亲。孩子母亲已经没力气了，软软瘫瘫哭着央求道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，救救他吧，他才刚出生，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啊。旁边众人看了于心不忍，郝美玲心里难受得很，可她也没什么法子，这边也没汽车，也没别的什么，不然还能赶紧送到大医院去抢救。赵焕章问高原，高大夫，这孩子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？高原观察孩子情况，皱眉不语。众人一见高原不说话，心中也是纷纷一沉。刘三全在一旁小声唏嘘道，这是死症啊。孩子母亲一听这话，几乎要当场晕了过去，温慧又赶紧拉他。郝美玲暗自叹息了一下，她看了看面容紫黑的新生儿，可惜了这个刚刚降生的孩子，也可惜了原本怀着憧憬的家庭。众人神色皆是暗淡，高原大夫终究只是个大夫，又不是神仙，哪能总是起死回生。高原检查完了孩子情况，他说，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救活，但我不会放弃的。一听这话，众人齐齐看向高原。高原缓缓吐出一口气，身上气质陡然一变，原本的随和消失不见了，那骨子坚强果决的模样又出现了。温慧和郝美玲看得齐齐一呆。高原转头对着众人道，蝉蜕49只，犬歇三钱，僵蚕三钱，肩负一计，快。是。众人齐齐学着李胜利大声喊了一下，过了把瘾。这干脆果断的声音把郝美玲和温慧都吓了一跳，这一刻他们觉得自己不像是在诊所，而像是在军营，这群人就是敢于斗天战地的顽强军人。小胖子小心地缩着脑袋，
觉得前面高原对他可太温柔了。而孩子父母对高原重新燃起了希望。这一刻，郝美玲想起了之前高原救他父亲时候的样子，也是这般坚决果断，气势磅礴。温慧也呆住了，他想起了那天高原冒骤雨，连夜赶到紫香去救他小侄女时候的样子了，他也是这般，或者说他一直都是如此，从不退缩。高原把孩子抱到枕床上，他脱掉孩子衣服说，灯草。温慧就在桌子旁边，伸手就把刚才那根灯草拿过去了，刚一转身又赶紧转回去把火柴也拿了。高原接过灯草又道，火柴。郝美玲向前一步往桌子上看去，却发现已经没有了火柴。温慧赶紧点燃火柴递了过去，高原看他一眼没有犹豫，便把沾了油的灯草点燃，然后托起新生儿的脑袋找到信门戳了上去。孩子母亲已经瘫在了孩子父亲怀里，两人见高原用灯火烧自己孩子，接下得用手捂嘴，可这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他们连说话都不敢，只是吓得一阵阵腿软。旁边人也紧张到了极点。高原气势沉凝如月，点燃的灯草往新生儿信门上轻轻一掷，而后火星四溅，轻微爆声响起，啪。孩子父亲瞳孔放大，母亲捂着嘴的手都在颤。高原轻轻一碰便拿了开来，这便是一战。其他人紧紧看着新生儿的情况。赵焕章走到最前盯着孩子情况，而后他抬头问高原，没反应吗？高原一时在看孩子情况，他道，不急，再观察一下。多多。孩子母亲颤声呼唤一下，哇。新生儿一声啼哭，紧闭着的搓口终于张开了，我的妈耶。赵焕章汗都快下来了。高原一时振奋不已，大声道，一战取笑继续，你帮我扶好孩子。是。赵焕章也大声喊了一下，过了把瘾，然后赶紧上手扶住孩子脑袋。高原拿着点燃的灯草站在孩子面前，明明间似乎有一个来自九泉的身影挡在了高原和孩子面前，一为生一为死。高原没有犹豫，拿着灯草戳幽冥，决生死。二战眉心，啪。三战人中，啪。四战城江，啪。五战少商，啪。六战少商，啪。七战其中，啪。而后连续六战，骑边周围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火星子绕着骑边四溅纷飞，轻微的爆声连连不绝，生与死便在此间。十三战后，高原收起了灯草，沉沉呼出一口气，再看新生儿，生死便在这一瞬了。新生儿哇哇大哭，青紫色面容转好，泛出红润，抽搐频率一放缓下来。呼，高原长长吐气，手指间的灯草轻轻滑落。第125章助产室。服药后，新生儿的抽搐终于缓过来了，命救下了。虽说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可赵焕章还是惊叹不已，连这样的奇峰垂危他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救下来，赵焕章还能说什么呢？只能叹一声神仙手段。郝美玲就更是连蒙带傻了，他再一次后悔没有申请到照相机，不然把刚才的抢救画面拍下来，这该是多么精彩至极的新闻素材啊。那得了腮腺炎的小胖子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脚孙穴，他突然感觉自己刚才来的那两下有点不过瘾，他感觉自己又行了，蠢蠢欲动，还想再来几下。郝美玲前面还怀疑这个灯草戳人到底能不能治病，高原现在就当着他的面救了一个垂危新生儿，他都快不能思考了。问，灯草酒这么强吗？高原点点头道，早在清朝的《幼科铁镜》中就记载了灯草十三战治奇峰的疗法。广州有一个儿科名医叫杨鹤龄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儿科经验术要》，就曾记述了他用灯芯火治奇峰的医案。不过他用的是八盏，眉心、人中、城江、其中和肚脐周围半寸上下左右各盏一次。杨老曾言于经手治疗此症颇多，深知此症必须施用灯芯火，时有转机，不可轻视也。郝美玲又问，那可以推广吗？高原反问，你是准备写这个文章？郝美玲道，如果报道不了你的事迹，报道灯火战法也挺不错的。高原思索了一下，灯火战法适用范围没有传统针灸那么广，但针对某些特殊疾病的时候有更好的疗效，也更加简便艳廉。不过我倒是想到另外一件事。什么？郝美玲询问。高原道，奇峰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一个杀手，
而引起这个病，往往是因为新生儿出生剪断脐带的器械没有经过消毒，或者断脐之时不慎接触污染物。你要知道，目前农村都是传统产婆接生，他们没有这样的科学意识，因此很容易造成新生儿和产妇的患病甚至死亡。郝美玲顿时一怔，赵焕章也愣了一愣，农村乡下一直如此，所以他也没有考虑到这个的问题。高原沉声道，所以培养新式的助产士是提高农村新生儿健康出生的关键，也是保护产妇安全的关键。乡下与城里不同，他们没办法去医院生产，只能依靠产婆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可以做相关的报道。郝美玲思索了起来。高原扭头看这个脱险的新生儿，目光沉重了许多。这个孩子是幸运的，可还有很多孩子是不幸的。很多人都知道626只是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，但极少人知道也培养了大批新式助产士。在那个时候，每个大队都有一到两名的助产士，也是有了科学合理的接生方式，像奇峰这类新生儿恶疾才渐渐消灭。这些助产士服务农村几十年，很多60后、70后甚至90后都是他们接生的。有些更偏远一点的农村，在21世纪初的那几年里，都还是邀请村里的助产士上门接生。一直到后来，农村医保普及和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才都跑到医院去生产。到这个时候，农村助产士才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。但历史不该忘记他们。思索了片刻，郝美玲突然抬头对高原道，我突然觉得你不像是个医生。高原看他。郝美玲道，你比医生想的多太多了。高原回答，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。郝美玲深深点头。温慧看着高原，目光有些争冲。那对夫妇抱着新生儿千恩万谢的走了。温慧也带着小胖子回去了，因为正好有一辆去紫乡的牲口车是高原去找的，说正好碰上了人家要去紫乡。温老师，你不开心吗？车长，小胖子见温慧一言不发，有些出神。温慧摇摇头，没有啊。小胖子问，那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温慧往后看了一眼，说，我只是好奇他心里究竟装着什么。啊，以小胖子的小学学历，根本听不懂这样的话。奇峰患儿在三天后再次发生轻微抽搐，孩子父母又送到高原这里，高原继续用13盏抽搐纸开药继续服用，而后逐渐康复。郝美玲在采访完霍乡的卫生员，深入了解高原的作为之后，她记了一大篇内容，写完了整篇稿子，她也要走了。高原陪着她去了县城车站。郝美玲对高原说，高原大夫，我很希望能把你的事情报道出来，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。高原沉默着挤了挤笑容。郝美玲看着高原，她心里很清楚这报道对高原的意义，她道，我会尽力的。没关系。高原道。郝美玲认真的说道，作为记者，我会如实的报道我看到的听到的一切。作为朋友，我很希望能把你的理想和事迹告诉全世界。作为人民，我很庆幸国家有你。高原怔怔看着郝美玲。郝美玲大方的朝着高原伸出手，希望有一天你能清白地站在阳光下。很高兴能够采访你，很高兴认识你，高原同志。高原也朝着郝美玲伸出手，两人相握，郝美玲离去。记者走了，王汉章才后知后觉地跑过来，他不禁多番埋怨高原，又担心会不会报道出去不好的东西，又多次询问高原，始终难以放心。高原去看了颜芝的情况，发现颜芝有些泌尿感染，高原就在原来的方子里面去掉了陈皮，换上了一两珍珠草，同时让沈从云每日给颜芝针灸合谷、丰隆、足三里等穴配合治疗。后颜芝出现感冒，西医加用抗生素，高原烧一奇方。一月后颜芝症状好转，吞咽和呼吸较顺利，但寐差多梦，舌质淡胖，苔浊，脉弦细，心肺未见明显异常，血压降到80/120。高原更改原方，去桑飘消，加紫河车温肾养精，夜焦藤和素心花疏肝养心安神。一月后颜芝恶寒半日，成阵发性，手指、双下臂和双下肢小腿处麻木，双下肢乏力，大便至稀烂，量中日一行，舌淡红，寸脉浮，迟脉弱。高原去会诊，认为中正肌无力是虚损病，病人已感受外邪，所以寸脉浮，微有外感，迟脉弱是肾虚，所以要驱除外感为先。高原一方，三剂后外感愈，再更方，
以加强补肾为治。两月了，始终不见郝美玲的报道。高原不再等了，忙完之后便对王汉章打了招呼。你又要去市医院？王汉章有些错愕。第126章，人缘不好。对，高原点点头，把想要培养助产士的事情跟王汉章说了一下。王汉章也陷入了思索。高原道，现在各村卫生员的培养工作已经在做了，但新生儿的接生也是个大问题。目前农村普遍都还在用旧式接生，这些产婆没有接受过培训，所以很容易导致新生儿和产妇的感染患病。王汉章看了看高原，他摸出一盒烟，点了一根，有些犹豫。高原又道，卫生员的培训着眼的是现在，而助产士的培养立足的就是未来了。王汉章点点头道，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也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困难。现在农村对培养卫生员都还有抵触，你们附近那几个乡都不愿意让年轻人来学医，卫生员的事情还没解决呢，又要培养助产士，步子会不会有点太大？而且教员也是个问题，你知道的，培养卫生员那些诊所大夫都有诸多牢骚，现在培养助产士这倒是指望不上他们，关键是上哪去找合适的老师啊。高原还没说话，正抽着烟的王汉章立时反应过来了，他错愕问高原，你说你去市医院，你是想寻求他们的帮助，让他们来帮你培养助产士？高原点了点头。可可，王汉章一口烟给呛了出来，他站起来道，你还真敢想啊。高原却说，上级医院本来就要帮助下级医院，现在不过是帮着多拉了一批学员而已。王汉章没好气地看着高原说，而已，你说的倒是轻松，人家上级医院下来不过是帮忙的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疑难杂症，帮着这边医生护士一起解决，再了不起就让他们去市医院跟着学几天，这就已经不错了。你也不看看你想干的是什么，给每个村培养助产士，这得多少人啊，另外这些人都没什么基础，还得从头学，这工作量可就很大了。人家是医院的妇产科学都不干活，全过来给你培训了。高原道，我知道这很难，所以不是一直在等报道吗？等报纸上报道出来，我们再去聊这个事儿也就方便了。但这不是没等到吗？我们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吧。王汉章闷头抽烟。高原说，局长，这件事情刻不容缓，要不我们先去跟市医院那边谈谈，看看他们能支援多少力量。王汉章把烟头捻灭，鼻子里喷出两道白烟，看了高原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，我的工作都让你做完了。高原笑了。次日，三人前往市里，高原、王汉章和严寻。没办法，这臭小子非要跟着来。严巧也说让严寻跟着高原多长长见识，所以高原就把这小子给带上了。都已经熟门熟路了，下了火车之后，他们就走到了市医院。高大夫，高大夫。市医院的医护人员见了高原，纷纷向他打招呼。高原上次就已经在市医院打响名声了，也收获了很多尊重。你们好。高原很客气地跟他们打招呼。严寻悄悄张大了嘴，他以前也跟着爷爷来过市医院，可是没什么人鸟他们，去见个主任还等了老半天。他当时就觉得市医院太过高傲，只是没想到这些高傲的市里大夫居然对他老师这么客气。我老师果然无敌。小少年严寻喃喃自语。跟上啊，愣在后面干嘛呢？高原催促一声。严寻赶紧快步跟上，跑到高原身边，他小声道，老师，他们这些人怎么对你这么客气啊？高原说，上次过来都打过交道的，也认识了。严寻又问，那您认识这边有个姓朱的内科主任吗？高原反问，怎么了？严寻一脸愤愤道，这个姓朱的可不是什么好人。嗯，高原和王汉章都看了过来。严寻道，我们上次送姑姑来市医院检查她的病，这个朱主任就特别傲慢无礼，弄得我爷爷都很尴尬，你们要是见到他可得谨慎些，小心他掉脸给你们看。高原有些疑惑，他问，哪个朱主任啊？高大夫。远远传来一声呼唤，几人循声看去，严寻立刻叫道，就是他。高原也看去，这不就是他之前打交道的那个朱主任吗？严寻立刻撅着嘴，不高兴地看着这个朱主任。朱主任一路小跑过来，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，一把抓住了高原的手，他热情地说，高大夫啊，你说你过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车站接你啊。你看，你还自己走过来，
到时候他们都要说我招待不周了。高原没回话，反而看向了自己的小徒弟，再度露出疑惑之色。严寻也使劲揉了揉眼睛，他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高原瞪了这个小徒弟一眼，然后对朱主任道，朱主任太客气了，我们冒昧上门，应该是我们打扰了才是。朱主任笑着道，别客套了，快里面请。正好我这里还有一包从省城带回来的好茶，快请快请。好。高原跟着朱主任进去，进去之前他还回头又瞪了一眼严寻。严寻小嘴撅着，小脸皱着，他有些委屈地对王汉章道，局长大大，我没说谎。王汉章点点头，我相信你，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？什么？严寻抬头看王汉章，王汉章悠悠吐出来一口烟道，可能你爷爷的人缘比较差。严寻愣住了，王汉章拍了拍着小孩的肩膀，然后他也进去了。严寻顿时觉得更委屈了，小嘴觉得都可以挂油壶了。房内朱主任热情地招待高原和王汉章，连严寻这个小孩他都去给找了一把糖果。想到之前的待遇，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待遇，严寻真要怀疑自己爷爷是不是真的人缘不好。朱主任给他们泡了私人珍藏的好茶，然后问，高大夫这次来我们医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啊？高原看了王汉章一眼，他对朱主任道，是有点小事情，想请朱主任帮个忙。朱主任摆摆手大方道，说笑了，不是。需要我做什么，高大夫尽管开口，只要我能办的，我一定不推辞。高原心里顿时有底了，他道，谢谢你朱主任。朱主任爽朗道，小事情。高原又回头瞪了严寻一眼，严寻低着头抬都不敢抬了。高原转回头对朱主任道，是这样，我们这次过来主要是想请市医院帮助我们培养助产士。啊。听完之后朱主任也呆住了，他突然抬起头看着门外，哎，谁叫我来了来了。第127章帮吹回来。高原大叫了一声，想溜可还行。朱主任顿时露出懊悔的表情，他是客气客气，谁能想到高原是真不客气，这尼玛也太不客气了吧。他哭丧着脸道，高大夫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高原和王汉章对视一眼，完了，刚过来就要碰壁了。王汉章苦笑一下，他就知道。高原问，这事儿很难办吗？朱主任反问道，你说呢？高原一噎。朱主任道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主要是，哎，这样吧，我去帮你叫一下我们这边妇产科的陈月主任，你跟他谈好不好？高原只能点点头。朱主任赶紧跑出去叫人，等了好一会儿陈月主任才过来。高原见对方那神色匆匆的模样，他马上打招呼，你好陈主任。陈月约莫40岁的样子，他对着高原点点头，你好高原大夫是吧？你们的来意我也听朱主任提过了，但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很忙，实在是派不出人，抱歉了。说完陈月就要走，高原忙道，陈主任，我想跟您具体谈一谈。陈月皱眉看向高原。这时外面跑过来一个护士，对着陈月喊道，主任主任，36床的病人不太好，需要您赶紧过去看一下。陈月对高原道，你看吧，我没有一刻是空的吗？这事情你只能找你们县医院，或者找卫生学院的老师。说完陈月立刻转身，都不听高原的话了。朱主任对着高原一摊手，没办法，他就是这直来直去的性子，不过这确实也是现实，我们市医院医疗资源是好一些，但来求诊的病人也多，真忙不开，要不你们去卫生学院看看。高原眉头皱得很紧，卫生学院在省里，更不可能来他们乡下教学了，农村妇女也不可能跑到卫生学院去学习，除非上级有专门的指示。朱主任略带歉意地说，我们医院的妇产科是最忙的一个科室，你像其他的病还可以找别的科室或者中医治，全市的产妇都在我们这里，大夫又少。你也看到了，陈月主任忙得连话都没法多说两句。高原思索了一下问，那要不我去帮帮他们。朱主任一愣，咋，妇科你也会？不等高原回答，朱主任再次追问，又是会一点点。高原顿时哭笑不得，他摇摇头道，先去看看，总得先聊聊啊。
那这边走吧。朱主任朝着左边伸了伸手，几人便跟着朱主任走了。刚到妇科的住院部，就见陈月匆匆走出来，他看见朱主任便道，郑山，你快来一下，我正要找你。怎么了？朱主任露出疑惑之色。陈月匆匆道，就是那个妊娠呕吐的病人今天特别不好，你一起过来看看。朱主任往前两步，又回头对高原道，一起过来看看吧。好。高原点头答应。陈月看了看高原，也没说反对的话，只是问了一句，高原大夫不是擅长治疗儿科吗？妇科他也会。朱主任沉吟了一下，随即他莫名笑了一下，说，他每样都会一点的。啊。陈月还愣了一下。朱主任道，行了，赶紧去吧。几人刚到病房，就见护士长在骂一个年轻护士，叫你给病人收治，你笨手笨脚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这种资本家大小姐是不是根本就放不下身段来啊？那年轻护士涨红着脸，低着头不敢反驳。高原看了看那年轻护士，模样甚是清秀好看，哪怕是穿着白色大褂，身上也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应该是喷香水了。还愣着干嘛？等着我来伺候你啊。护士长又骂上了。年轻护士抹着眼泪，低头给病人擦换被套。陈月主任也没管那个年轻护士，就对朱主任道，郑山，这个病人现在是吃什么吐什么，刚才又吐了一大堆，而且喘得很厉害，供氧了可还是不能缓解。朱主任把眉头皱了起来。病妇的男人正在照顾他，给他擦了擦嘴巴，焦急道，你这什么都吃不下，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呀？病妇急促地喘着，他看了看自己男人，很想说话，可喘得太厉害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高原紧紧皱眉，喘不能言，他心中暗道一声糟糕。病妇男人见自己老婆那样，也急得不行，就道，别急别急，先喝口热水吧。男人把氧气面罩掀开，刚给自己老婆喝了一口水，还没等咽下去，病妇又一口呕了出来。那年轻护士离他太近，这一口全吐在护士身上了。啊。护士惊叫一声，赶紧往后退了一步，结果剩下的口水粘液和热水全都弄被心上了。你叫什么？护士长又开始骂上了。安琪，你是不是干不了？干不了就滚蛋，我们医院伺候不了你这样的大小姐。小吴，过来给病人收拾。护士长又叫别人过来了，新来的护士也瞪了安琪一眼。安琪跟做错事情的孩子一样，红着眼睛低着头，明明自己身上弄脏了，可他也不敢伸手去擦。高原再次看了看这人。朱主任问高原，高大夫，你要不过来看看？好。高原点头上前。朱主任给他介绍病情，这个病人27岁，是个教师，妊娠四个月，剧烈咳喘呕吐，日夜不停50天，住院10天。我们已经补液纠正脱水，也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，但病情还是很严重。哦，他还有肺结核。高原眉头皱起，他赶紧上前检查，患者时时犯呕，时入即吐，咳唾白黏痰涎，四肢枯细，面色萎黄无华，脉微细急160次每分，烦咳，水入也吐，两目无神，喘不能言，舌紫暗。病妇男人紧张地询问陈月，陈医生，我们孩子还能保住吗？陈月没好气道，还孩子？就这样情况，大人能不能保住都是一回事。你这个人也真是，你说你气老婆干什么？她正在怀孕，气出个好歹来，你就高兴了。病妇男人挨了一顿骂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陈月道，要不然还是终止妊娠吧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不行啊。一听这话，男人顿时激动起来了。陈月也无语了，西医面对孕期呕吐也没什么法子，严重到导致脱水，他们也只能补水补液。但关键现在病人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连话都说不了了，这就要终止妊娠，不然真出人命怎么办？男人央求道，我们结婚好多年才要上这么一个孩子啊。陈月骂道，孩子重要还是大人重要？我。男人看向病床上的老婆，病妇虽然喘息不休，难受到了极点，可她也倔强地摇头，执意不肯终止妊娠。陈月顿时气结，她气道，那你们说怎么办？小家伙严寻插嘴道，这种小病找我老师就行呀。所有人都低头看着小孩，哪里来的小孩，嘴上也没个把门。陈月皱眉问，谁是你老师？严寻一指高原，我老师天下无敌。这一下高原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，好羞耻啊。朱主任也无语地看着高原，他是说呢，
高大夫这次过来怎么这么低调？原来已经找了个小孩帮他吹了。第128章先兆流产。高原上去就给严寻一个暴力。哎呦，小家伙捂着头。高原道，小孩子瞎说的，别介意。朱主任和陈月面露黯然，朱主任挤了挤笑容说，没关系的，你终究只是医生，又不是神仙，肯定也有治不了的病，这个病妇已经很危险了，还是终止妊娠吧，希望能脱险吧。陈月也点了点头，可他的神情还是有些凝重。病妇还有肺结核，现在身体很虚，他也不敢保证终止妊娠之后能不能保住病妇的身体，但目前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。那陈月还打算再劝劝这对倔强的夫妇。高原打断道，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这个臭小子说什么天下无敌，这是瞎说的，我没那么厉害，但这个病妇的病尚且没有到天下无敌才能治的地步。陈月和朱主任齐齐一愣。陈月问，你能治？高原微微笑了笑，试一试。陈月看向了朱主任，朱主任对其点点头。陈月也没废话了，之前高原在他们医院都抢救活了多少危重患儿，更别说还有已经发丧的好大爷，有这样恐怖战绩在前，他还能有什么不幸的呢？他便道，行，那你就试试吧。病妇男人问道，哎，等等，他是谁啊？高原回道，我是高原。高原。病妇男人露出疑惑之色，他上下看看高原，觉得太过年轻了。严寻不屑地哼了一下说，庆幸吧，你能遇上我老师，是多少病人盼都盼不到的缘分。高原又给这小家伙屁股上一脚，瞎吹什么呢，羞耻不羞耻啊。王汉章差点没憋住笑，终于有人能治高原这个家伙了。陈月和朱主任相视一眼，两人也有点想笑。小家伙挨了一脚，捂着屁股还一脸傲娇。病妇男人也呆了一呆，惊愕地看严寻和高原，他怎么越看越觉得这一唱一和的一大一小像是骗子。他又看向了朱主任问，这朱主任宽慰道，放心吧，高原大夫是非常高明的中医。中医？病妇男人有些迟疑道，那要我说的话，这恐怕就是。朱主任补充道，高大夫就是前段时间救了很多腺病毒肺炎危重患儿的那个中医大夫。病妇男人一把抓住了高原的手，把自己后面半句话补齐，雪中送炭啊。高原顿时哭笑不得，严寻则是双手抱着，傲娇地哼了一声。高原一扭他的脑袋，对他道，外面待着去。严寻委屈地撅着嘴出去了。高原没跟病妇男人客套，他道，病妇有肺结核，虚损日久，再加上孕期愈怒，所以导致肺、胃、肝三经气逆，有升无降，恐有暴脱的危险，所以要及时救脱和温肝降逆。严寻开方。王汉章道，他已经被你赶出去了。高原开了玄附，带着汤加味，加的主要是红参和山萸肉等固脱的药物，先开了一剂，浓煎煮少量，多次频频服用。开完之后几人出来，朱主任显得忧心忡忡，他问，这个病人情况不容乐观，我最怕的就是大人小孩都保不住。陈月看向了高原，高原皱了皱眉，他说，先用药吧，有希望总比没希望要好。两人都沉沉点头。高原又对陈月道，陈主任，您有空吗？关于培养助产士的事情，我还想具体跟您聊一下。陈月苦笑，他也没想到高原这么执着，他道，不是我们不愿意帮你，我们这边是真走不开人。他话刚说完，前面那个叫安琪的护士又跑过来了。主任。陈月也皱眉看他，问，怎么了，慌慌张张的。安琪急道，有个先兆流产的病人送来了，您赶紧去看一眼吧。陈月先看高原，露出无奈之色。高原酝酿了一肚子的话，也只能全咽下去了。陈月微微摇头，赶紧向前。安琪还在看高原。陈月跑到前面去了，他扭头骂，安琪，愣在那里干嘛呢，当木头啊。哦。安琪赶紧低着头跑过去了。朱主任也对着高原一拍手。高原不气馁，说，走吧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朱主任问，你还去啊？高原却说，来都来了，总不能当木头一样杵着吧。跑到前面的安琪突然听到高原在说木头，他赶紧回头看高原，见高原也看向了他，他赶紧收回目光，
生怕被高原发现他瞪人，就匆匆跑上前。高原几人也跟着过去。孕妇是护士们用移动病床拉过来的。陈月快步过来问，怎么了？护士长在旁边说，怀孕两个月，昨晚两人同房后，病人小腹灼热疼痛，今天凌晨五点出血，已经出血7个小时没停了。什么？陈月愣了一下，而后扭头骂孕妇老公，你他妈有病吧，你脑子装的是什么？孕妇老公红着脸低着头，被骂的一句话都不敢说。陈月压了压气，赶紧招呼几人，快把孕妇带到诊室来。一群人推着车把孕妇带到了诊室。陈月检查了一下说，孕妇先兆流产，流血不止，先注射黄体酮。护士长对安琪道，安琪拿黄体酮来。安琪跑去药房。高原也上前看了看孕妇的情况，血色是鲜红的，孕妇烦热口苦，腰痛如折，心悸不安。脉弦滑数120次每分，舌红少苔。安琪拿着黄体酮跑来了，他举着手上的小玻璃瓶说，就这么点了，药房说没药了。陈月皱眉，先拿过来吧。安琪本想进来的，却见高原正在做中医检查，他注意力一下就被高原给吸引走了。见安琪在原地不动，护士长一下就火了，大声吼道，你快点，原地杵着干嘛呢？安琪吓了一跳，慌慌张张就往里面走，一紧张也就没管手上的力了，结果一摔，手上的玻璃瓶就撞到了墙上，啪的一下，玻璃瓶又重重摔在了地上，踏，掉地，又弹起，踏，又掉地，二次弹起，踏踏踏，咕噜咕噜，安琪心都悬在嗓子眼了，就差跳出来了，眼瞧着玻璃瓶没事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赶紧蹲下去捡，手都伸出来了。一个大汉快走走来，见安琪蹲在这里，他就往旁边绕，可却不小心一脚踢上了玻璃瓶，砰，啪，呱，什么玩意？大汉低头看，却只看见了自己的大肚子。安琪傻了，手伸在原地，彻底呆住了。安琪，护士长发出了咆哮声，完了。安琪脸色瞬间煞白。第129章，帮了我们大忙。你，护士长气得手在抖，然后他狠狠地用手指头戳安琪，骂道，你说你能干成点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有你这样拿东西的吗？啊，陈月脸色也变得很难看，朱主任也呆了一下。王汉章皱起了眉，他问，新的药什么时候能送到？朱主任一摊手，那鬼知道。王汉章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你们市里怎么也是这样的情况？朱主任道，省里也是这个情况，药品物资的调拨哪有那么方便快捷？这一下几人都傻眼了。药呢？孕妇老公不敢相信地问。几人都沉默了，只有护士长不停在戳安琪的头。药呢？孕妇老公激动地大吼了一声，几人都吓一跳，连正在戳头的护士长都停了下来。陈月一摊手，都在地上了，我们马上去调拨，或者你们赶紧送到省里去。孕妇老公和孕妇两人都傻眼了。孕妇老公急了，哎，你们怎么这样呀？我，陈月忍不住埋怨地看了安琪一眼，这都叫什么事啊？高原也诊断完了，眼见孕妇老公要发作，他道，既然西药没有了，那就用中药吧。孕妇老公回头看高原，高原站在原地，平静地说，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这位护士长，你也别再怪这个小同志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这个病人，让我来处理吧。护士长扭头看高原，然后又看陈月和朱主任。两人都对他点点头，护士长才愤愤地对安琪说，你别以为事情就这么过了。安琪低着头，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。高原则说，先开方吧。朱主任问，情况严重吗？高原道，比前面那个好多了，虽然胎漏下血，连绵7日，损伤胎气，但还好没有到大崩堕胎的地步，只要及时补气摄血，滋阴清热固胎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朱主任和陈月都有些讶异，他们觉得高原说的真是轻松，问题真的不大。孕妇老公询问高原，高原认真的点点头。孕妇老公见高原实在年轻，有些不确定的问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高原来了一句，你都能在这种时候搞房事，有本事的是你才对。孕妇老公顿时尴尬不已。高原摇了摇头，他拿过处方单，稍稍斟酌就书写了。
病人是房事不洁，损伤冲任，冲任隶属于肝肾，肾为胎运之本，脾主统血而载胎，香火妄动，血热妄行伤了胎气，所以才会胎漏下血。这时应当以当归补血汤重用生气加红参，补气摄血以载胎。交艾四物取川芎，滋阴养血止血以安胎。受胎饮和清鹅丸，补肾以经固冲任而固胎。严寻在一旁看得嘴巴张大。高远与他解释。白术和黄岑是安胎圣药，善治血热妄行的胎漏下血。苎麻根专止血安胎，三七最擅长止血，诸药相合，对阴虚内热、血热妄行的胎动下血极为有效。这个病妇出血尚不多，若是出血很多的话，为了保证以后胎儿发育正常，在止血之后就要用泰山磐石散加紫河车、鱼鳔胶珠、龟鹿胶磨粉服用，连服两月以固胎。哦，严寻认真的点了点头，他仔细的看着这方子，这里面写的不仅仅是方子，更是医者切身的经验。老师，我能抄方吗？严寻抬头询问。高原道，可以，但你先去把药给抓了。好。严寻兴冲冲答应一声。孕妇老公急道，哎，你们这就定了？都跑到门口了，严寻还回头不屑的冷笑一下说，我师父天下。高原骂道，滚蛋。哼。严寻犹不解气，对着孕妇老公哼了一声。被严寻对了一下，孕妇老公有些惊疑不定的看着高原。朱主任则对孕妇老公说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只有中药了，用不用随你。我。孕妇老公有些纠结。高原走到了正在低头哭泣的安琪面前说，别哭了，自己做的不好，挨骂是应该的。但除了哭，你更应该好好想想在做错之后怎么及时弥补。安琪泪眼婆娑的抬头看高原，眼睛都肿了。高原说，行医治病哪有不犯错的，犯错了不可怕，能及时救物才是最关键的。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病人是不会因为你哭病情就会转好的。安琪眼睛红红的看着高原，护士长也看高原，他也点了点头。孕妇老公见高原都这样说话，他也呆愣了一下，顿时不敢小视，随即煎药服药。陈月真的很忙，完全停不下来，高原也不好打扰人家。接下来的病都是一些简单的，高原也没有再插手。这一忙就到傍晚了。高原和王汉章相视不由苦笑。王汉章道，我们怕是要住在这里了。哎。高原往后看一眼说，那可能要等陈月主任下班了再去谈了。嗯。王汉章点了点头，在口袋里面摸了摸烟，却只摸出来一个空壳子，他无奈把烟盒扔到一边。咕噜咕噜。高原和王汉章看向了严寻。小家伙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肚子，半大小子吃垮老子，正是能吃的时候。王汉章笑了笑说，吃饭去吧，我请客。严寻眼睛顿时亮起来了，他问，我们去下哪个馆子啊？王汉章往里面一指，医院食堂，我前面去问他们领导拿过饭票了。啊。严寻脸一下就垮下来了。走了。高原推了小家伙的脑袋一把。三人正在食堂啃饭，安琪匆匆跑进来，找了一圈才跑到高原身边，气喘吁吁道，高大夫，我们主任找你。饭没吃完，高原就站起来了，他问，怎么了，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？安琪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刚才遇到我们主任，他就让我赶紧来找你。高原赶紧端起饭盒，使劲往嘴里扒拉几口，把嘴巴撑得鼓鼓囊囊的，他挥了挥手，一行人又赶紧跑了过去。路上高原把存在嘴里的饭吃完，到了病房，这次陈月的态度就客气很多了，还主动跑过来跟高原握手。高原有些不太好意思的在衣服上擦擦，手上油腻，然后问，怎么了，病人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陈月伸手道，来来，这边请。那个房事不洁导致先兆早产的孕妇现在已经不流血了，请你再给看看。好。高原点头答应。到了病房，孕妇老公对高原的态度也变得很客气。高原上前询问，得知孕妇在吃第二次药的时候血就已经全止住了，心悸腰痛也痊愈了。他在诊断发现病人脉脸食不弱，病人面色转为苍白欠滑，舌上生出薄白苔，食纳不佳。诊断结束，高原点点头说，问题不大了，后续再吃几服药善后调养就是了。高原又在原来的方子上做出了调整，原方去掉九地、龙母、黄芩、三七，加入三仙探个三钱，姜探前半，
再开了三剂。孕妇老公握着高原的手，千恩万谢。高原却意味深长地指了指他。孕妇老公再次尴尬得无地自容。几人出来，高原询问，那个肺结核病史的孕期呕吐病人怎么样了？陈月往前引高原，他说，好转一些了，但情况还是有些危险。高原眉头微皱，他们又到了孕期呕吐的病妇房内。病妇男人赶紧上前对高原道，哎呀，高大夫你可来了，我前面就一直在找你啊。高原对他道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病妇男人道，我媳妇吃了你药好多了，也不怎么吐了，但还是喘得很厉害，所以我就赶紧让他们找你，你再给看看吧，我现在就相信你。高原点点头，没有废话，道，让让，我看一下病人情况。病妇男人让开，高原上前查看，病妇咳吐消减七七八八了，原先是连喝水都吐，现在已经能吃点东西了，烦渴舌红，脉微细急144每分，只是喘汗仍然还是不止。怎么样？病妇男人紧张地看着高原，陈月也在看高原，高原点点头，有所改善，但病妇的险境未除，还要继续就吐。高原重新更改处方，让严寻已经再去抓药。病妇男人紧张地问高原，高大夫，我们孩子还能保住吗？喘息不停的病妇也看向高原，露出哀求之色。高原眉头微蹙，他说，病妇能脱险，孩子就能保住，母亲都保不了，谈什么保孩子。病妇两人都露出了纠结和痛苦之色。出了门，陈月对高原道谢，高原大夫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，我是真没想到高原大夫不仅擅长儿科内科，对我们妇科也如此精通，这次高大夫可帮我们大忙了。高原微笑道，不必客气。陈月又道，其实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，高原露出感兴趣的神色。第130张美尼尔是综合征。陈月挥了挥手，示意后面跟着的安琪走开，然后他拉过高原，两人走到一旁去。高原露出了好奇之色，这怎么弄得神神秘秘的，他问，怎么了？陈月压了压声音说，我想请你治个病，是我父亲，他有美尼尔是综合征。美尼尔是综合征？高原念了一遍病名，他更疑惑了，就问，这怎么了？要这么神秘吗？陈月有些尴尬地指了指自己。高原露出明悟之色，你是怀疑自己也遗传了？陈月点了点头说，我去年也晕过一次，但没去检查，只是怀疑自己可能也得了。你知道的，美尼尔是综合征，目前来说无法治愈，我不敢让别人知道，怕会影响我的工作。哦，高原明白了，原来外表强势的陈月居然也有不便言说的疾病，他问，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们看看？陈月看着高原，他说，我父亲是个干部，就因为这个病也影响到了工作和升迁，尤其最近两个月突然严重起来，每日眩晕，已无法工作了，我很担心他的身体，也很怕我以后也变成这样。西医西药这边我们试过不少，中医也试过一次，都没什么用。我之前对中医是保持怀疑态度的，但高大夫你用一次次的可靠疗效让我心服口服，所以我的不情之请就是想让你帮帮忙，帮我父亲看一下病，看看能不能帮忙控制住病情，这是帮了他也是帮了我，可以吗？听完，高原认真的点点头，他说，治病救人本就是医者的天职，我会尽力医治的，也会为你们的病情保密的。陈月诚恳道，谢谢你高大夫。高原只是微微笑了笑，他说，事不宜迟，如果方便的话就尽快让我去看看病人吧。陈月有些为难地说，不过我父亲的脾气有些古怪，他越生病就越古怪，工作上也不顺心，所以请高大夫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高原缓缓点了点头。两人出医院去往陈月家，严寻和王汉章留在了后面看着两人的背影。严寻撅着嘴说，我老师咋跟着这女人走了？王汉章道，你老师为家乡人民做贡献去了。严寻不高兴道，去这个女人家做贡献了？王汉章上去就是一脚，严家人说话咋都这么欠揍呢？陈月家，陈月开门喊了一声，爸。没人答应。陈月又抬高了声音大声道，爸。还是没人答应。陈月转头对高原歉意道，
我爸现在听力下降比较严重，不大声一点他是听不大清楚的。高原点点头表示理解，这也是美尼尔氏综合征的一个症状。喊不到人，陈月就带着高原走了进去，他拉亮了电灯说，随便坐。高原抬头看着灯，一时有些怔忡，他已经好久没有在别人家里看过电灯了。他们县里很穷，全县就只有县政府和医院有发电机，居民家里都是点油灯的。爸，陈月惊叫一声，点了灯，他才发现自己老爹竟然倒在沙发上。高原也过去看，陈父摆摆手，闭着眼睛，没事，有点晕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又犯病了？陈月有些担忧。嗯，陈父慢慢应了一声。陈月扭头对高原道，我爸52年就犯病了，当时头晕很厉害，感觉周边环境都在转动，站不稳，呕吐，血压低，严重耳鸣。第二年又发作了，然后就检查出来耳内平衡失调，是美尼尔氏综合征。之前几年的发作频率不是很高，但是最近两个月就很严重，一直头昏头晕。我爸又特别喜欢看书读报，只要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头晕头痛的情况就会加重，而且胃部也会出现不适，有呕吐的感觉，并且摇摇晃晃要摔倒，没有食欲，这段时间瘦了很多，一直有嗳气，放屁也很多，大便倒是正常，晚上还会出现皮肤发痒的情况，我看一下怀疑可能是荨麻疹影响睡眠，会一直做噩梦，小便很频繁，有少许痰，而且还有脱肛的情况。高原微微颔首，躺在沙发上，陈父道，你咋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啊？陈月道，这是我给你请来的中医大夫。中医大夫？陈父有些疑惑。陈月道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救了很多肺炎小孩，还把一个垂死病人救活的那个中医大夫。那个特务？陈父刷的一下睁开眼。高原立时感觉到背脊发寒。高原想到前面陈月说他父亲是干部的事情，这可能不是一般的干部。陈月对高原露出了歉意，他又对自己父亲道，爸，你说什么呢？高大夫是我特意请过来给你看病的。陈父却一直盯着高原看，虽然高原知道陈父现在头晕难受，恐怕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，但高原还是感觉自己像被一头猛虎盯住了一般，让他浑身不自在，甚至心里都有些紧张。陈月对高原道，不好意思啊，高大夫。不要紧。高原摇了摇头。陈父强忍着脑海里面的眩晕，还在仔细打量高原，突然他胃部又难受了一下，往外干呕。呕。高原脸顿时一僵，说，老同志，您这就有点伤人了。陈月本想跟高原道歉的，可一听他却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。陈父本想继续摆脸色的，可也被刚才这一出弄得哭笑不得，他又是气又是想笑，原本有些紧张尴尬的气氛也被高原弄得稍微轻松一些了。陈父重重吐出几口气，眩晕的劲儿稍稍缓下去一些，他问，小特务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你还敢来我家？高原看向了陈月，陈月再度露出歉意之色。高原对陈父，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，我只知道我是医生，您是病人，至于敢不敢，我是已经来您家里了，恐怕接下来您要考虑敢不敢吃我开的药了吧。陈父哼一声，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，